蛮简单的啊，日本跟台湾，就算错了我也是选台湾的，好吧？是不是 ？OK， 来一个，还要连连看，还是送分？实习生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？你知道参加最多就是说尊重我们的梦，梦想需要不怕失败的坚持 ，OK。OK 的，OK 的 ，OK 的，快点！法国黑豹 ，Montes， 也是巴西，还会转弯呢。OK，OK。还有一分半，这个跑，想象就是说这个跑题对你来说难度怎么样？等分数出来我们再说。现在讲有点太早了。我觉得应该会及格吧，60没问题吧？其实最低的是几分？像我们有37分，最低起码比37分高，不会比三十七啦，起码比37分高。你不要笑了，耶、yeah. ！哦，我跟你讲，蛮简单的，比37分高。那你先申诉，我先申诉。海兽杯男生是不是2015才有一年的？对，所以我只看海兽杯男生，没有说是女生，女生所以这一题应该算我对，我应该要及格了。你照一下我吧，你们都这样子讲啊，我们平时不关心我们女生，我很抱歉，我对电视机观众，电视机前的朋友，我跟你们真诚的道歉。今年不要开始，你们11月来看海兽杯，我应该会到。